虎扑12月23日讯，近期有消息称恒大中场塔利斯卡有意回归老东家贝西克塔斯。球员本人也在社媒平示好贝西克塔斯球迷。近日据土媒 Photomap 报道，贝西克塔斯董事接受采访时暗示塔利斯卡加盟球队存在困难。当谈到塔利斯卡回归时，贝西克塔斯董事凯莫尔埃尔多安表示，大家都想要塔利斯卡，他也曾为球队贡献很多，但我们没有转会主动权。